辛苦三成树，长房万里秋。烟尘侵火井，雨雪碧松洲。松洲，这座位于四川西北部的古城，今天的名字叫松潘。在历代文人的诗作里，这座边关重镇的描述大多和萧瑟荒凉有关。他的宿命可能是历史上跨越千百年的实战实合，可能是关外的虎视眈眈和风起云涌，也可能是两强相争的兵荒马乱和枯骨遍野。但边关也有可能是另一种结局，文明之风吹开升平景象，五彩瑶池迎送往来商旅，多元文化的交融带来热闹与繁荣。这两种命运，松潘都曾经历。千年往事清晰如昨，走进松潘，梦回盛唐。和谐交融的珍贵，就铭刻在古城的一砖一石、一山一水中。松潘的起源是因为一场战争。公元前316年，秦国派大将司马错率军入川，消灭蜀国后，就在松潘设立了歼堤县。这是松潘最早的县级建制，也是设置于先秦的最古老的县之一。历史上的松潘极盛时远比今天更为广阔，扼岷岭，控江源，左临河陇，右达康藏。这是松潘县志对于松潘地理位置的描述。重要的地理位置让松潘与战争结下不解之缘，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松洲之战。公元628年，唐朝在松潘设置了松洲都督府。地处青藏高原东南边缘的松洲，在大唐与吐蕃的对峙中，就像一颗楔进吐蕃前哨的钉子，具有了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公元634年，一直仰慕汉文化的松赞干布派出使者向唐太宗求亲，当使者路过松州时却被州官扣押，于是松赞干布以求亲被拒为名发动了战争。4年后，公元638年8月，松赞干布出兵20万攻打唐边防重镇松州，而迎战的唐朝军队只有5万。这场关于荣誉与尊严的战争最终以唐朝的胜利而告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松洲之战。松洲之战促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婚姻。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葬，
随同文成公主入葬的，除了政府官员，还有大批手工匠人，以及大量的生产工具和书籍。随着唐波交流的加强，开始了中原农耕文明与西藏边疆的大融合。公元731年，吐蕃获准在赤岭以马互市，随后回纥参与以茶一马，松州开启了茶马互市，一座军事重镇最终发展成为了川甘茶马古道上富庶繁荣的商贸重镇。如今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汉藏和亲的雕像屹立在松州古城的北门。战争成就了一段完美的姻缘，也留下了一首首穿越朝代的边塞诗歌。这是松潘最著名的人文景观边塞诗长廊。作为军事要塞，松潘在众多诗作中寄托了诗人无数的离愁别绪。600多年后，明洪武12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设置松州卫、潘州卫，后潘州卫并入松州卫而称为松潘卫，松潘之名由此而来。在松潘8000多平方千米的大地上，松州古城是松潘的历史地标。2015年，松潘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赵连云参与阿坝史话系列丛书的撰写和汇编工作。古城周边参天的松柏给他的童年留下了挥之不去的苍翠绿意。因盛产松树而得名的松州，如今依然被松林环抱着。对于前来游玩的游客来说，古城也许很苍老，但对于赵连云来说，古城隐藏着很多秘密。城门是通往古老时光的入口。松州古城宏伟的北城门进深31.5米。阿坝周志记载，松州城墙的厚度，特别是城门洞的进深度，为全国明代城门之冠。著名的北京故宫城门、南京西安明代城门现存均无如此之厚。这段文字让赵连云感到好奇，松州古城为什么建造如此厚的城门呢？原来，文成公主入藏带来的和平结束后，唐蕃之间陷入了时断时续的长达200年的征战。明政府在松潘设卫后，为了吸取唐代的教训，决定修筑一座固若金汤的城池，以求永镇西陲。耗时5年，一道6.2千米长的城墙终于耸立在雪山草地之间。
这是一座海拔较高的城池，也是一座坚固的军事堡垒。从高处俯瞰，松州古城并不是四边形，而是奇特的五边形。从西门至北门，西门至南门的两段城墙沿山脊而筑，仿佛等腰三角形的两腰将古城西门高高地撑上云端。然而本以为固若金汤的城池，却在几十年后的一场叛乱中遭受了考验。当时叛军占据城外的西山，不仅能够有效地观察城中的布防，还能居高临下地实施攻击。明政府平定叛乱后，为了防范类似的事情再度发生，把西边的城墙从山路一直修到山顶，之后又再次增修了外城墙上千米，从而让松州古城奇特五边形的城墙更加牢固。远眺城门的，你看这里北门都能够看见，现在这个地方就全部都修成了荒芜了。这张是在那个东门外边的山上，就在城古城内，就是这个古城内的这个街道上走到的。上到山上的这个城墙呢，现在还能看见。现在还有的，依然还在哈。对，你看，还在哇，也是保存的好完整啊。不过，在作家赵连云眼里，松州更为奇特的并非五边形城墙，而是护城河。所谓城池，城为城墙，池为护城河。中国古代每座城池的城墙四周几乎都建有护城河，以加强城池的防御能力。而松州古城却一反常理，没有护城河，但却有一条穿城河。原来战乱之际，吐蕃的一次次围攻导致了松州古城城内断水。明嘉庆年间，松潘总兵何清主持增筑外城时，将原本沿着古城东侧山脚流淌的岷江人工改道，将河道凿为 Z 形，使岷江穿城而过。这样既解决了因来犯之敌长期围城而使城内断水之困，同时也给古城消防取水带来了便利。这样的城池设置在中国古城建筑史上极为罕见。从山上下来后，赵连云开始动笔写松州史话，他要用文字让更多的人了解古城背后的故事。在松州古城高大的城墙下，操着不同口音和语言的人们在这里交谈。古城内，藏、羌、回、汉各民族的人们身着各色服饰，悠然快乐。千百年来，互惠互利的茶马生意让地处边陲的松州成为了川西高原上最繁华的商贸之城。城，所以盛名也。再坚固的城池，也只有在和平年代才能让民众安享盛世。而在松潘，不仅有美好盛世，还有着神奇盛景。黄龙海拔1700米到5588米，
阴沟中有许多彩池，随着周围景色变化和阳光照射角度变化，变换出五彩的颜色，被誉为人间瑶池。这个拥有三项桂冠的世界顶级风景名胜，在1992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因为黄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摄影家协会的杨有利无数次踏上松潘大地，十几年的时间里拍下了大量的照片。在他的镜头里，黄龙是一个值得永远探索的自然奇境。1899年，一个叫欧内斯特·亨利·威尔逊的英国学者来到中国。松潘境内无数珍稀的植物吸引了威尔逊走进这个神秘的川西秘境。威尔逊将众多植物带回到了欧洲，种植在欧洲各大城市的花园村庄。1929年，他写了一本影响世界园艺史的著作《中国园林之母》。这里就是那个黄龙的五彩池。五彩池 啊，冬季的五彩池。这是五彩池，也是五彩池。嗯，五彩池，这是非常的漂亮的。多年后，杨有利找到了这本书的英文原版，他惊奇地发现了书中多张关于黄龙的珍贵老照片。杨有利决定重走威尔逊之路，他要用镜头记录100多年来黄龙的变迁。4月份开始，采了几个点，我看啊，这就差不多1、2、3、4、5、6，这六个是缺水。此时，黄龙水文地质保护员唐叔正在横断山脉东缘的岷山上观测黄龙风景名胜区的水文变化。黄龙，冰川水孕育出的人间仙境，其主景区就在岷山主峰雪宝顶下的黄龙沟。作为岷江和涪江、嘉陵江的分水岭，岷山主峰雪宝顶就像它的名字那样，终年积雪不化，分布着中国最东部的现代冰川遗存。就是在这些冰川的侵蚀堆积作用下，雪宝顶北侧形成了一条长约8000米、宽约1.5千米、形若巨龙的沟谷。地表钙华是黄龙景观的最大特色。钙华只有在没有污染、生态系统良好的地方才能得到这样完整的存在。为了保护黄龙的生态系统，黄龙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近年来添置了大量科研监测设备，一年四季对黄龙风景名胜区水文地质变化进行观测并记录。钙华景观是水漫流过程中的沉积物，没有水，裸露在空气里的钙华体就会因此失去保护，原有的景观会退化和消失。唐叔的工作就是掌握黄龙风景名胜区水量随季节变化的情况，尤其在枯水期，他更要密切关注水文状况。监测工还是每天都要上来，然后早中晚，然后我们每天都会在这边转，然后看看有没有那些抽烟的啊、乱扔垃圾的，保护那些池子，就是保护嘛，保护那个源头嘛。100多年前，威尔逊称黄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现在，物种的变化是否影响了黄龙的生态系统？杨有利继续用镜头进行着探索。对于黄龙的保护，就像一场人与自然的长征，永远在路上。而80多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25000里长征，早已印在松潘人的心上。聚焦中国每一座县城。
传承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展示绚丽多彩的风土人情。国家重点文化工程，中国影像方志。松潘川渚四镇矗立着一座指向天际的大碑，每到傍晚，在夕阳的映照下发出璀璨的金光。这座高耸入云的三角立柱体纪念碑，背靠雪山，面向草地，纪念的就是80多年前的悲壮往事。2016年。为了拍摄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纪录片《长征》，一群纪录片人沿着红军的足迹来到了松潘。长征赋予了松潘一段火红的岁月。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2个纵队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由此开始长征。在历时2年的时间里，纵横10几省，翻越几十座高山，渡过几十条河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直到1936年10月胜利前进至陕甘宁地区，实现红军主力大会师。25000里的长征路留下了无数遗址、陵园和纪念碑。松潘的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建成于1990年。咱们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由下面的纪念馆和咱们眼前的大型英雄群雕以及主碑三大部分组成。咱们眼前的大型英雄群雕呢，有9组故事，19个人物，客观地展示了红军北上时的艰苦历程。它代表了长征途中牺牲的无数红军英烈。已经在红军长征纪念碑碑园工作了10几年的秦成勇，爷爷和父母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无数次听爷爷讲过当年过松潘草地的故事。咱们首先看见的是这一组，叫开路先锋，他主要是一名藏族向导，和咱们的红军战士并肩扛着马克心，他代表的是无数红军长征时期的尖刀部队的缩影。193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尔盖镇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对提高红军广大指战员对北上路线的认识，克服张国焘的阻挠，确保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实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而在北上的道路上，横亘着一道天险，这就是松潘草地。纵横600里的松潘草地，平均海拔近3500米，人迹罕至，高寒、缺氧、气候恶劣。一望无际的沼泽造就了一片极限天险，死亡禁区。没有道路，没有粮食，没有人烟，没有干净的水，红军就这样踏上了草地。敌人的围追堵截和身边随时出现的沼泽沉陷，让红军将士在松潘草地留下皑皑白骨，座座尸堆。松潘成为了红军三大主力长征时期都曾经战斗过、驻扎过的地方，
这在长征途中极为罕见。长征摄制组怀着敬意，将这段历史收录在影片里。2016年10月，纪念长征。草地被开垦为农田和牧区，长满青青的绿草和庄稼。被称为高原雄鹰的骑警队员们骑着骏马在无垠的大草原上巡逻，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守护着一方安宁。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著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曾经这样形容松潘草地：夏天的时候，它是一条五彩斑斓、缀满花儿的魔毯。这里没有毡房，没有牧人，没有牦牛，没有绵羊。现在的松潘草地，牦牛成群，毡房连片。而当夏季斑斓的花儿连天铺地开放时，松潘便会迎来最热闹的节日。位于岷山主峰雪宝顶山脚下的黄龙寺，每到农历六月，一年一度的黄龙庙会就会如期而至。这样的庙会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自从明朝年间黄龙寺建成后，每年农历六月十五至十八，松潘本地以及临近的阿坝各县和青海、甘肃的藏、羌、回汉各族群众，就会骑上马，带着帐篷和炊具以及大量土特产来到黄龙寺。不到一天的功夫，在平坦的大草原上就会神奇地出现一座人声鼎沸的帐篷城，仿佛盛开的野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松潘县委县政府开始组织全国的文史学者着手梳理当地的旅游资源，倡导文化旅游。其中极具民俗特色的黄龙庙会被众多专家学者推荐为松潘文化旅游的重要发展项目。为此，县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文化保护措施，并邀请全国知名的文化学者多次到松潘采风创作，以此提升黄龙庙会等文化旅游项目的知名度。著名作家阿来和从事漆画艺术创作的高玉平就是其中的代表。2016年5月，受松潘县政府邀请，由阿来带队40余名作家组成的文化学者采风团来到松潘。看到松潘的巨大变化，
阿来在《文化与旅游关系之我见》的讲座中谈到，真正能作为旅游资源能被开发和挖掘的，还是我们的民间文化。高玉平从事漆画创作已有30多年，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省级艺术类奖项。每年他都会到黄龙庙会为他的作品收集素材。十几年来，他踏遍了松潘的草原，寻访到了画唐卡的藏族阿妈，聆听了回族大叔制作的土琵琶，观看了羌族的多声部表演。松潘多元的民族生活仿佛草原上绚烂的花朵，让高玉平调色板上的色彩已经不够用了。由于茶马互市，历史上大量的汉族和回族商人从内地到松潘经商，而大批藏族和羌族牧民从草原经松潘进入内地，这让五方杂处的松潘成为民族融合的大观园。藏族喜爱汉族的花灯舞，羌族流动藏族郭庄的神韵，而回族弹唱着明朝戍边将士留下的土琵琶。陶醉在琴声里的，则是其他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每次庙会，高玉平都会感受到松潘的变化。他在庙会上用相机捕捉到了生动的画面。多年来在松潘积累的素材，让他开始用最大胆的颜色进行创作。因为茶马古道，松潘在几百年前就是人烟稠密、商贾簇集，为西陲第一大都会的商贸重镇。现在，马背上运载的贸易方式已经转变成了旅游项目。骑着马前来参加庙会的游人来自世界各地，这让黄龙庙会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民俗节日。从雪宝顶飞腾而下的黄龙就在眼前，此时的黄龙呈现出斑斓神奇的色彩。在高原最美的季节，生活的变迁就这样照亮了五彩松潘。再过几天，黄龙风景名胜区就要封山了。每到这个时候，黄龙水文地质保护员唐叔就格外忙碌。他要为封山前的最后一次勘测做好准备。十多千米外，就是群山环抱之中的九寨黄龙机场。由于高原气象复杂多变，冬春跑道冰封雪冻，九寨黄龙机场因而被业界认为是全国最难飞的机场之一。尽管如此，九寨黄龙机场已开通了14条国内航线，是全国最繁忙的支线机场之一，这为黄龙带来了大量游客。交通的便捷和旅游业的发展，促使松潘加大对生态保护工作的重视。在现代交通体系形成之前的农业时代，河谷是出入松潘的唯一通道。川渚四镇牧场村就是在一片干涸的河谷上建起来的牧民新村。侯建勇开设的藏家乐一年能赚上4-5万。几年以前，为了保护草原和水源，松潘县政府就已经实施牧民定居安置。由于牧场村靠近九寨沟黄龙风景名胜区，每年会有大量的游客来这里游玩。村子里很多牧民都办起了家庭旅馆，吃上了旅游饭。
十二月的松潘，黄龙银装素裹，可纵然是千里冰封，也封不住黄龙的绚烂色彩。而为了保护黄龙的水源，松潘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的李学玲早就深入岷江水源区的牧民家中，讲解相关环保政策。全部搬下来了哇！全部搬下来了，我们今天就全部搬下来了。此时，在松州古城，来自美国的户外探险爱好者麦克选择在松潘过冬。我很喜欢松潘，第一次来这里是2002年，在很长时间已经。哦，有点早。有点早，所以从那天到现在变了很多，也变了很快。可是松潘的人还是一样的。十几年间，他眼看着松州古城变得越来越热闹，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们擦身而过，街道两旁店铺的招牌也变成中英文对照了。麦克已经在古城经营自己的户外探险项目，每周他都要接待几波从各大洲前来探险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松潘的同时，麦克不忘提醒探险者们爱护环境。他已经把松潘当作自己的家了。杨有利的镜头里记录下中国西部发生的巨大变化，并制作了延时摄影《松州韵》和摄影作品《松潘古城北街》。而高玉平的漆画也渐入尾声，一个体现文化融合的大美松潘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定格。再过几个月，当积雪融化，黄龙风景名胜区将迎来封山结束的日子，那时黄龙音乐会和高山兰花节将拉开序幕，一带一路上的人间瑶池将再次展现五彩斑斓的景色。守望岷江源头，俯瞰锦绣天府，松潘的色彩无比绚烂，这里有人工无法雕琢的奇观风光，有遮挡了千年硝烟的古城屋瓦，有祭奠峥嵘岁月的红军长征纪念碑，有繁花似锦的西部花园，还有亮丽的民族服饰和温暖好客的笑脸。松潘是一幅浓缩战争与融合的历史画卷，松潘是一个凝固色彩与时光的诗意之地。